Hold on, 你个怂狮子，不要在屋大搞这干的嘛些的事情。你可怜嘛，他过来收拾一下。我指定知道，Hold on, 对吧？嗯，哎，你个怂柿子，后浪不就说，后浪，你个坏孩子，把这弄得乱七八糟，过来收拾一下嘛！你把这弄得，你来收拾一下嘛！你弄完，你毁完了以后，你过来收拾一下。差一点。哎，我知道。就是你，等会儿，你怂孩子！你话太多了，话太多已经出去了。等等，你看怎么样？等等，你这个没出息的孙子，你等着你妈来收拾你。跟妈有什么关系？跟妈没关系。我来。等等，你这个臭小子在这儿搞乱七八糟，找你爸来收拾你。你跟他爸也没关系，是吗？等等，你这个臭小子把这弄得乱七八糟的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？你看你自己怎么收拾你自己？你看你怎么收拾这个残局？不对。哇，吃口饭也不容易啊，在这节目里面。重新来吧。我给你把个关键词说一下。好，说一下谁呀？你可里马擦过来收拾一下。可里马擦。啊，等等，这臭小子把这弄得乱七八糟，你赶紧过来收拾一下。不是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这个傻小子。可里马擦，对了，就是怂柿子现在。傻小子嘛，大人也可以用。问题不是光对个娃。等等，你这个乱七八糟的，一点都不负。你这个乱七八糟的，把房间搞成这样，赶紧收拾一下。不是乱七八糟，说过。邋遢。哦，对啊，等等，我不是乱七八糟，超哥你说错了。错，对吧？